依旧回到老家，旁边贴了一个人。收到枪了，我们直接过去。依旧上山头，然后听到下面有脚步。一分钟不到，我们就已经成为了淘汰王。看到这边落闪了，刷毒时间还有20多秒，我们现在还有复活的机会，所以说我们直接过去跟他打。这边看到右边有个闪落下来，这个人闪没飞好，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砍毒进圈啊，不要进圈进太早。不信的话，你们接下来看这个人的遭遇就知道了。前面响枪了，但是我们在毒外，这边我们摸到前面那个石头。是砍毒的好处，绝爱圈一定要砍毒啊！能砍毒就砍毒，没必要进圈那么快。就像这个人直接被我们偷了背身。这边填一点物资就准备进圈了，刚想进圈。输出直接带走，这边想进圈的直接从这跳下去，但是被对面抽了，然后底下这个人也抽我，带走了。这波应该进圈的时候应该给这防区起点烟的，当时没有注意到，算了，多吸取教训吧，多积累经验。第五名9个淘汰加了6分，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现在的分数来到了5141分。